66岁进口车，150，32D 20，有脚，对，只是他走路也是悠悠的。宝宝你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在卖车啊？对。算是业务助理。业助啊？业。当时怎么会跑去卖车呢？就是原本我是那边的经理，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忙拍那边的公司车子的照片。然后那时候拍完，他就开玩笑说，穿他们的制服蛮适合的。对，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去那边上班。啊，你就去了。很好说服。我就去了。啊，以前有工作经验吗？26岁。之前是牙助，因为我大学的科系跟牙科比较像。你是什么科系？口腔卫生学系。你坐的裤子越来越短。对啊。接下来你裤子怎么一直往上跑？管你一下，往下。有粉丝特别从花莲跑来市城买车，然后每两个礼拜就开来保养。哦，你没有保养厂？对，就是服务厂的客人多蛮多的。然后保养不都半年吗？对，可是会有客人在一两周就会过来，就很爱车啦，就是非常爱车的人，保养，很爱车，还从花莲一路开到那边，然后再保养完，然后再一路把它开坏，然后再开回来。为了要保养的真实一点，对，花莲开过来还会特别去撞一下。对，来这样，他不是开路，他一路开秀姑峦溪上来。全部撞烂，坐下重本，很有钱啊！为了看你，他会跟你聊天吗？就是他们会带饮料那些过来。哦，你也有拍影片吗？对，其实帮那个总公司，就是我其实，在那边就是蛮常拍抖音的影片。抖音卖车子，这个很有特色啊。抖音，你怎么介绍？就车子，这是一部跑车。可以在车旁边跳那个新的那个舞步就好啦。哦，那个跳，这多可爱啊！我有跳，你有跳，因为我跳的超烂，交给你。想看想看，我真的跳很烂。不会，我想看想看，我们看有多烂的。跳，就往那边一圈哦，再一圈回来，一圈一定要跳起来哦。好，一倍，go， 一倍，我帮你唱，跳 ，sleep back， 跳，跳。到46岁，你要先学简单的，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。你已经去阿曼王国练了7天，你到现在，他现在有真的练了，他会这个舞步的进阶版本，很有样子。因为刚刚其实有基础感，有像样哎，有啦，我在阿曼王国，你老当益壮哎，在街上玩这个有没有跑被警方关注？全部好，来，同事随手用照片做你的挡泥板啊，用你的照片啊。对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有一台很可爱的 GoGo 罗，然后它是粉紫色的，他们就用我的照片，然后著名的山猪就是 GoGo 罗，然后他们就帮我做了一个挡泥板，然后我就只是放在哦，有带来啊？对，我有挡泥板来卖的呢，很酷哎，他们自己可以这样子卖，我也要做一个。而且我有开2次，一次是因为一开始我过去的时候是长头发，然后后来就变成短头发，开2团就对了。对，好细节的介绍，留白留这么多，这一片卖多少钱？那个会装上去，上面是车牌，车牌啊，不然怎么样？车牌怕眼睛不好，别老土了好不好？留白啊，挂车牌哟。哎呀，真正啊，这一片卖多少钱？588，588，赚太少，对啊，超少。哎，那很佛啊，你可以在上面来哦，可以面交。哎，你应该上面放 QR code。15,800。我第二次有没有要设计 QR code？ 可是有点丑，我就放弃了。你还有错多少库存？我现在不到3个，不到三个，不到3个。我们这一堆就剩下这些了。如果跟得上的话，我们会送全新的海豚吸尘器，让你回去试。这里卖2片了，有没有了？我们的开运已经2片了呢，统统送给大家。五董，五董，你好。哎，眼睛看好，好怎么样？好，买了是不是？你好像不太情愿的。对啊，他开车的不快乐的买家。没有，其实我比较想要买 Sandy 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我的你大概68块。
怪。而且你他买你的哈，是把它挂在一样挂在摩托车上。对啊，不过他反过来挂。干嘛这样子？我还好吧。喷泥土的部分，三片卖完。耶，完胜。好，谢谢我们鹏鹏，谢谢。来 ，JR， 来 ，JR， 相信你的这帅哥介绍的一点厉害，也没有，因为基本上呢，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喝咖啡，然后我们很喜欢去不一样的咖啡厅去感受一下新的那种，你知道，装潢啊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咖啡每个人手冲出来都不一样 ，No coffee, no morning，No you, no love， 好，那不管，反正我们这个在府中站，哇，府中站呢，那里有个在巷弄间，它是老房改建的，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，你会以为是艺廊，刚才你讲的艺廊，对，以为是艺廊或是画廊，就不是，它是咖啡厅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去的时候在里面喝啊，就发现怎么有很多男生在那里排队，看起来不是像喝咖啡的，感觉是那种刚打完篮球，怎么在咖啡厅出现了 ？OK， 结果他们就听他们在口中在讲说，是为了要建这个店，咖啡厅还不是在很显眼的地方，不是在巷弄间，有没有？旁边还有一桌是他们从香港来见他，很可能，然后所以我们也在想他到底是多正，因为他讲说店里面放眼望去最辣就是他 ，OK， 但重点是那一天我们待了一整天，也没有看他本人。他不是每天都来哦，他出场的时间是限时限量的哦，一个月就来那么一次，就是出现的时间，听说是看他心情好，想不想上班？怎么可能有这种？哦，那哪有上班这么高级上班？所以因为后来了解他好像也是股东之一哦，真的，所以他做兴趣的，他来的时候那天业绩也会特别好，弹性很重要。然后至今我也还没看过他本人啊，那赶快来看，我也想知道，他也是我们的院。圆，给我推荐。圆圆，23岁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45公斤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圆圆哎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